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会篇》《感应篇会篇》前言，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第四页，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四页第二段此篇所载善恶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上个礼拜上一集讲到太上感应篇会篇呢这个第一页到这个第三页，那么在第三页里面呢的这一段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呢，我们上一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做一些补充说明。就是自己解说里面呢，上一集里面有跟各位讲说这个书经啊。还有诗经，还有礼记，还有春秋，我们今天呢一一来跟各位解释这四部经呢，很重要，是儒家的六经之一，六部经典之一。那么尚书是它的意思，就是上古历史文献集。那么左传呢，左丘明所做的左传呢，他引用尚书的文字，分别称为余书、余书啊，余呢就是舜啊，余舜、余书呢，还有夏禹，大禹治水，这个夏禹呢，夏书，还有商朝的商书，还有周朝的周书。那么战国时代的时候呢，总称为书。到汉朝的时候呢，汉朝的人就改称为尚书。他的意思就是上古帝王之书，这个意思。那么尚书所登录的所记载的为余、夏、商、周各代典、谟、训、告、示、命等文献。那么这个典、谟、训、告、示、命是什么意思呢？典就是重要的史实和专题史实的记载，我们说重要的历史的事实，这个中要怎么记载呢？就是典，这个意思。重要历史或者专题历史这个史实的记载，这个叫典。那谟呢？谟是记载君王跟大臣的谋略，怎么样做君王，怎么样做大臣，就是君臣的谋略，这个叫谟。那训呢？训是臣开导君王的话啊，做大臣的怎么去跟君王做建议，这个叫训啊。那告呢？这个告就是勉励的文告。一般都是指国君、君王对天下的文告啊，这是勉励的文告，这个叫告啊。那么示呢，是君王训诫示众，就是他的士大夫、他的官员的誓词啊。命呢，命是
君主的 命令、啊、以上呢就是中国古代呢上古时期历史的文献集呢尚书这里面记载的内容是什么，大概是以上报告这些事情。那么诗经呢，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来称为诗，像我们说啊作诗啊，古代的这一部诗经呢，包括从西周的时候到春秋中期这500年之间的作品有305篇，里面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又称为国风，绝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啊，它就编辑在这个风里面呢。那么雅呢，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呢，都是贵族的作品，啊，贵族本身他们的作品叫大雅。我们说不能登大雅之堂，啊，那么大雅呢，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小雅、大雅呢，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名词啊，做电招的名词啊，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大雅是古代贵族的作品。那小雅呢，里面有贵族的作品，也有民歌在里面。那么颂呢，颂分为周颂、鲁颂，鲁就是指孔子的祖国，鲁颂，还有商颂，都是贵族祭神祭祖的时候他的 诗歌朗诵的诗歌，这个叫做颂。啊，是有点像我们佛经里面的寄颂啊，寄颂。那么以上呢是六经里面的诗经呢，它里面所涵盖的内容就是风雅颂啊。再来礼记，礼记呢是战国时代到秦汉之间讲礼，讲礼仪文章的选集啊，相传呢是西汉的戴慎所编的。只要是对礼制、礼义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了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情况，即反映当时的儒家的政治、哲学还有伦理的思想，这是礼记啊。老和尚常常开示的礼记曰：建国精明，教学为先，就从这里出来的礼记啊。你看它里面就讲到政治了啊，道德规范啦，文禄制度啦，还有政治跟哲学啦，伦理思想啊。那么再来春秋，春秋呢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 史书啊。编年体它是一种文章的题材啊，编年体啊，这个历史的记录还有历史的文献，我们称它叫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史书。那么按年记载春秋时鲁国的历史。那从哪里开始呢？从鲁国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14年或16年之间，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或者公元前479年的历史大事。那么该书呢略有残缺，尚保留了16000多字啊。
那么它里面记载的呢，是依据鲁国祭祀的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例如他当时记载的37次的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的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的。以上是六部儒家经典的我们来解释这里面的四部。那易经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易经 上一集我们解释过了，所以只有算乐我们还没有解释，诗书礼易乐春秋啊，那我们已经解释五种了。好，我们看今天要讲课的经文啊，第四页，我们看经文。此篇所在善恶，先析必据，即透看歌哭，皆为有关天鉴。人读此等于，皆以为渺茫恍惚，不可救解，不知甚小景微之道，故圣贤所贵也。书曰：细行不精，大德之类。亦曰：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故恶积而不可焉，罪大而不可解。一不理计，以人一己一动，皆有诡度。古人教人甚小谨微，都是如此。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先析就是比喻所学详尽，或者说细微详尽。透看就是吐痰咳嗽啊，唾就是吐痰，看就是咳嗽啊。究结就是追究查问查考，详细探究的究结。再来，细行不精，大德之累。这个累呢，就是损己受害。精呢，精就是谨慎谨守。这个在书经呢，李敖篇里面呢，不精细行，终累大德啊，跟这里讲的呢他这个文字的顺序不一样。这里讲的叫细心不精，大德之类。那么在书经里面的原文呢，是不精细行，终累大德。这个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如果小事不谨慎，必然会损及大德的成就。那么再来，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那么这一段呢，出自《周易·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弃也。故恶积
而不可焉。好，我们看这个字呢，这个焉啊，它跟我们经文所用的这个字呢，这个焉啊，字形不一样，但是意思一样啊。这个周易里面这个焉呢，跟这个演示这个焉是同一个意思啊。故恶积而不可焉，焉就是遮盖的意思，罪大而不可解。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你要行善积德才能成就这个功德啊，所以必须要从小善开始累积。那恶不积呢，不足以灭身啊，你不断的造恶，积累了这个恶行恶业，最后呢终于让自己浑身水啊，家破人亡，这叫恶不积呢，不足以灭身啊。小人呢，总以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而佛为也就是不去做，以小恶不足以伤害，就是无伤大雅，而不去除。到最后，恶事积多而无法掩饰。罪恶重大而无法化解，这一段呢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为什么说传统文化可以救家庭，可以救自己，可以救社会，可以救国家？你看周朝，从《易经》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从易经里面就告诉你这个道理。所以易经呢，它不纯粹是卜卦算命的。易经呢，纯粹来说呢，就近来说，小到你求功名、求儿子、求这个风水宝地、求这个福地、求这个吉宅，乃至于求人事、求家和、求婚姻、求一切万事跟你日常生活有关的，易经会告诉你道理。但是易经告诉你道理呢，它究竟是怎么样，它也是一种感应，这个没办法去解释，是很不可思议的啊。也就是说，我个人的体会，易经本身呢，它也是像任何一部佛经一样，它本身也有那种感应的力量在里面。某个程度上来说，这是老祖宗，我们上次讲过了啊，这个三圣周文王孔子啊，这一个伏羲做八卦，他告诉你这些道理。那么他们这些都是圣人，也就是说孔子他也是圣人，周文王也是圣人，伏羲也是圣人。那圣人他来做这个卦是干什么的？其实他们跟佛陀一样啊，度众生呢还是离不开就近跟方便。就近来说，他叫你佛家，以佛家来说了哈，就近来说叫你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在净土来讲叫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在禅宗来讲叫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就近了，对不对？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啊？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即生成就啊，就当生就可以成就了。啊，那个是要累积 无量无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个要修好几世了啊。像你看到六祖大师，绝对不是这一世一个不认识字的，光挑一个木材到客栈，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就豁然顿悟啊，
豁然顿脱，这个身心脱落，明心见性，今成佛，不是哦。那个都是九修百千劫呢，悟在刹那间呐、啊。那佛说呢，要修到开悟，要到法身大士要多久？要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就近来说，当然是叫你转凡成圣嘛。可是芸芸众生呢，他们还是离不开这个日常生活，还是离不开名闻利养，还是离不开荣华富贵，还是在乎富贵贫贱，还是离不开他的生活所需的衣食。所以呢，圣人怎么样呢？圣人就用方便法来接引众生。所以佛度众呢，有五种方法，有五圣啊，那个人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一佛圣啊。那佛什么说五圣？因为众生呢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啊，所以佛用五圣。用八万四千法门来接引这些众生啊，那我想《易经》也是一样啊，它可以满足你的目前生活需要，但是它最后告诉你怎么去趋吉避凶，那就要从德行下手，从断恶修善下手。那么这一个地方就告诉你断恶修善，你要从断恶修善下手啊。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成就功德。就像我们修净力三福，也要从净力第一福人天圣开始修嘛。所以这个地方易经告诉你，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啊，当然行善不是为了功成名就了，啊，修善呢，它的目的是累积福德，在成就功德。所以善不积呢，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啊，所以小人呢，以小善为无益，而佛为也。这叫什么？就是随顺自己的习气毛病啊，增长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这个叫做小人以小善为无益啊，以小恶为无伤。因为他不知道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三世、有因果报应，所以呢，啊，他不知道，啊，万般将不弃，唯有业随身，所以以小恶为无伤呢，而佛弃也。到最后，恶积而不可焉，罪大而不可解。你想想看，两三年前的老祖宗就发明了这个智慧。到现在乃至于近未来际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就是老祖宗老和尚说的不听老人言，那吃亏在眼前啊。所以传统文化呢，可以救家庭，可以救个人，可以救社会，可以救国家，乃至于可以救地球，可以救全世界。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呢，21世纪啊，是中国人的世纪，唯有大圣佛法跟孔孟思想可以救世界。这是外国人说的啊，英国的这位汤恩比博士说的啊，可见他们都有这种先知灼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鬼度鬼患法度啊。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这一篇所记载的善恶事情，包括很微细的部分，都一概记浅，就连吐痰、咳嗽、唱歌、歌唱、哭泣等事，都是在上天的鉴察范围内。读到这个地方，会使人怀疑说，上天
真的会探究到这么详细吗？这个要是现代人，他就不相信了，使人不敢相信，而有渺茫恍惚的感觉。实不知啊，从微小处谨慎的方法，本来就是圣贤最重视的地方。啊，《书经·李敖篇》说，《李敖篇》上记载，在微小处不谨慎注意，恐怕就会损及大德的成就。《易经·系辞下传》也说了，小人总以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以为小恶不足以伤害，所以不去除。到最后，恶事积多而无法掩饰，罪恶重大而无法化解。这一部《礼记》对于人的一举一动都有明文规定。古代人对教导人，大都是从微小处就要谨慎注意的。好，我们看第五页的第一段，明昆山进士王自坚，博览群书，兼通内典，常与子弟曰：“感应篇凡293言，一篇之中，浅深今初，先后互见，即如一介沙也。曰：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其细矣。曰：灰里烹宰，则不尽食肉也。曰：无故剪裁，则不尽衣帛也。又曰：春猎寥猎。曰：无故杀龟打蛇，是夫亦为之宽其徒者，盖亦为学道之人言，亦为留史之人言也。学道之事，得其收而今求之，可以超凡入圣；而留史习业之人，亦可以弃其太甚，不至漫无提防。此篇悉如此看去，便知其不重复矣。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字迹解说。昆山，这个昆山呢，在今天的江苏省昆山市，属于苏州。再来，王自坚，王自坚呢是明朝苏州昆山人，他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担任呢南京兵部主事。崇祯年间呢，以检视呢都湖广学政，礼部推为学政第一。他喜欢读书，对经史子集之外，兼通内典，他对佛经、对佛法也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么他跟李长衡呢，李长衡共同学习，对诗文啊，都这个诗法学习效法唐宋各大家。他著有《读商语》《四六华海》《香草诗草》啊。再来，内典是佛的教典为内典，是之教典为外典。为什么叫内典呢？因为佛法是心内求法，不是心外求法。我们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佛陀说，佛陀在开悟的时候说：“其载其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的意思就是说，众生跟佛佛性一样，再生不增，再凡不减。啊，所以呢，这个内典呢，就是佛经的意思啊。
心内求法，不是心外求法。奇，奇系，这个奇就是极，很，这个意思。衣帛，衣帛就是，衣就是衣服，啊，穿衣服。衣啊，这个地方叫穿的意思。帛呢，是古代丝织物的通称。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明朝昆山在今天江苏苏州市的进士王志坚，广读群书，还精通佛经。他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了：“感应一篇前文共293句，在一篇当中，对于事理的论证，从浅深精出的角度，前后都有提出见解。就像戒杀这一件事情来说，有个地方经文说，连昆虫草木都不可以伤害，啊。”就是原文就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这草木都不能去伤害，啊，这已经是说到极微小处了。又有一个地方说，没有合于礼数，就不可以随意烹宰牲畜动物。那这就没有严格禁止吃肉了，就是非礼烹宰这一段的经文。有一次说不要无故剪裁衣服，很明显的没有禁止穿着丝制品的衣服无故剪裁。又说春天的夜混不可以烧山打猎，就是春猎寮猎，也就是说不可无故杀乌龟打蛇，啊，把蛇打死叫无故杀龟打蛇，啊，这好像又为某些人开辟一条可以吃肉的便道。从这个地方来看，实在是一方面是为学道人来说的，一方面是为世俗人来说的。有志学道的人能从中领会其意，而精力求精去努力，将来一定可以超凡入圣。而一般世俗习惯以凡情、啊、而一般世俗习惯以凡业的人，就凡人的这些业的人呢，也可以借此去弃除太过分的行为，以免漫无限制、没有防备而造恶业太深。这感应篇呢，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才不会觉得有重复之处。啊，那么这一段呢，最主要是明朝昆山的这位进士呢，王志坚也很了不起，他学问很好，喜欢读书。对诗跟文呢，啊，可以讲说呢，非常的深入，而且他担任呢是兵部主事，也是文武兼备啊，云文云武啊，啊，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啊，距离我们现在五六百年了 啊， 啊，大概是四五百年啊，四五百年，而且他。精通佛经，啊，可见呢，他应该有在教学生，啊，可能也有在讲经说法，不然他怎么会说常以子弟业呢？要么就是他部属，要么就是他自己的家中眷属，或者是他也曾经呢，他有在教授呢，这个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所以你看。这个对太上感应篇有贡献的人，你看他的开示就列入什么感应篇汇篇了。
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我们就是在研究这个感应篇汇篇呢、啊，啊，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在写历史啊，但是至少我们是啊，效法古圣先贤，跟随他们的足迹前进呢、啊，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老和尚这样说，啊，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用我们绵薄的力量。对圣贤教育我们提出一分微小的贡献，微薄的贡献。所以我们这个研讨感应篇汇篇呢、啊、用了快将近五年了，现在马上要进入2018年了，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天了，哈哈，大家都在倒数计时过新年，哈哈，默许在这边呢没有心情倒数计时过新年、啊、还是精进佛道比较要紧、啊、无常信事呢、啊、国土委脆呢、啊、佛陀跟我们说了、啊、人命在呼吸间呢、啊啊、所以读到这里呢也有一些感触、啊、那你看看王柱坚他的开示，他的见解，他所领悟的道理就纳入的感应篇汇篇了啊，所以我们默学在2013年6月9号开始讲感应篇汇篇呢啊，默学一直有个心愿啊，希望完成感应篇汇篇的一部注解。那么我在公元2000年呢跟我同学苏进年发愿共同完成感应篇汇篇白话注解，老法师释名呢感应篇汇篇白话注解一套四册啊。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流通不广，我上次有讲过，那王朝英警官呢有同事呢他刚开始有编啊西武消灾之道啊，那么后来他参考我们的感应篇白话注解，他就编了一套上下册的啊，这个《集五消灾之道》出来。那么学人呢，将来呢也会把我这五年来四年半以来所讲的感应篇汇篇啊，会把它编辑一套老和尚已经释名了，叫做感应篇汇篇解演义。那为什么叫解演义呢？因为我同学这一套呢它就是白话注解，它里面呢就是啊本文字句解说还有白话解说，就是这样啊。那王朝英居士就王警官这一本呢他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他只有白话他没有原文，他只有白话，他的编辑方式是他只有经文解释分析说明加言再析格论啊，然后故事啊，他非常分析的非常多，但是他美中不足是没有原文。那么这个流通到久了以后呢不知道原文在哪里，所以原文有原文的珍贵，这原文都是智慧的结晶，就是老和尚讲文言文。其实感应篇汇篇呢，如果你有时间有精神你有能力，其实感应篇汇篇的文言文你把它背下来大概将近25万个字，25万个字。我有一个学生呢，就把它背下来，斜签记事。将近四年半以来，在帮我做校对的、上字幕的东北太上共修网，斜签记事。啊，他叫邓南，他是一位女众，今年大概30岁，他就把它背下来了。这一部感应篇汇篇原文全部背下来了。他现在考上老和尚的
英国威尔斯大学汉学院现在正在深造硕士啊。为什么叫结眼意呢？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讲到表法的部分，讲到这里面的这个义理非常深奥的地方的探讨，老和尚的开示、祖师的开示、印光大师的开示，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希望呢，协助大家对《感应篇》汇编原文，除了了解它的字句解说跟白话解说、白话解说以外，我们更应该去了解它所蕴含的义理。就是意在言外，他在讲什么？在讲你这点心性啊。明朝昆山王志坚说啊，他说《太上感应篇》里面只有293句，它里面有浅深经出呢，先后附件呢，你要看得懂啊。里面也有讲浅的哦，那也有讲深的哦，也有讲到非常精细的哦。而且也有讲到很粗浅的哦，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讲到什么？这讲到蠢动寒凛皆有佛性的呢。那什么叫蠢动寒凛皆有佛性？哎，朝生暮死的蜉蝣都有生命的，都有生命，都有佛性呢。佛陀说啊，连一只蚂蚁都有成佛的佛性呢，只不过是他遗存到执着他那个业报身，七佛都已经成就了，他还在当蚂蚁。这佛陀说的，所以蠢动寒凛皆有佛性，这只讲有情哦。佛陀告诉你说，蠢动寒凛皆有佛性，就是说你都要尊重生命，不能去造杀业，不能去伤害生命。为什么？违反菩提心。我们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啊，所以佛陀说呢，这个蠢动寒凛皆有佛性。可是佛陀也另外在开悟的时候说了一句法语，一切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所以这个地方跟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是慈悲到极处，也可以讲说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很细的，细到什么地方？对根基比较利的，对根基比较深的人，你要修积功累德，你要断恶修善，你要去关照起心动念到这么细微的地步，就是昆虫草木有不可伤。那这个是对根基比较利的、善根比较深厚的人，《感应篇》汇编，他讲的非常了义啊。那么灰里烹宅呢？这个也是一种啊，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如果合乎礼仪就可以吃肉啊，这灰里烹宅。好像不进食肉，这个没有办法。对众生，对一些芸芸的众生，这些凡夫呢，他开这个方便门啊，他只要求说，在不合乎礼节之下，不合乎礼制的情况之下，你不能够烹宰，他给你做一些规范跟约束啊。那无故剪裁呢，就不进衣钵了，跟前面那个昆虫草木有不可伤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啊。因为你无故剪裁这会怎么样？它里面这些丝绸也是动物啊，啊，春蚕它也是蠢动寒凛啊，啊，那春日寥泪，那它禁止你在春天的，因为都是母胎怀孕的这个夜混，不能够打猎，不能够烧山啊。
这个是要求到规定到很非常的严格，而且非常的细的。那无故杀龟打蛇呢？不能无缘无故杀龟打蛇啊！书好像又有一个比较宽的一种，这个比较放宽的感觉。为什么呢？王柱先进士说啊，他是一个是为学道之人说的，一个是为流俗的凡夫来说的。你想要学道，想要修道，你要得其说而今求之啊。得其说而今求之是依教奉行啊。啊，那么你如果依教奉行的话，可以超凡入圣啊。那么对流俗人来说，他习气跟他的业障，习业就是习气跟业障啊，他一下子没有办法根除。那你把它做一些限制跟规范，也可以帮助他不要造物太重，而且慢无提防，这也是一种慈悲。所以王志坚进士说了，要从这个地方去看，你才会了解《太上感应篇》经文不会重复啊啊！这个地方学人做这样的补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持此篇者，悉事时时心中默念，自自反入身来，有无事事，渐渐寡气，日日如此，年年如此，自然动处是善，处处是善矣。他科卷首，在持诵仪者，即诸圣号，只是教人摄心为善之意。学造业道，混香告天，故事可耳。若不实意奉行，而若风送祈福之见，其事远矣呀、啊，远矣。好，我们看这段的字句解说哈。他科就是其他的科本，仪则法则，持诵仪轨。造业道这位圣贤，我们好好来介绍他啊。在《了凡四训》里面也有造业道焚香告地啊。造业道本身呢，他是宋朝衢州西安人，在今天的浙江衢州。他字月道，号智辉子哦。你从他的字根号就可以体悟的出来说，体会出来说，这一位圣贤啊，他的这一个立志做圣贤，从他这个字跟号就看得出来。你看字月道，这个月道就是体解大道啊，归佛啊，当念中提及到发无上心。皈依法，当念中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造业道可以讲说，因为他本身也是学佛人，他是一个佛弟子，所以他是我们三宝弟子的典范啊，所以他智月道啊。那我们现在历史上都称呼他叫智造月道啊。号呢，智慧子，就是禅宗里面讲。动念即观，智慧子就是要断除妄想分别执着啊，发愿呢要像法身大士一样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智慧子。这个我们皈依佛叫做皈依觉呀 啊。所以这个智慧子能知道他关照自己的这念心念，他是宋仁宗呢景佑年间的进士啊，他担任州县，他因为字迹良好，后来被宋仁宗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啊。
弹劾这个贪官污吏的啊御史。他弹劾呢啊不避权信啊，他不避讳权贵或者是皇帝这些王公大臣，他不避讳。人家都称他叫铁面御史。他所到地方呢都是宽简为治，以奉简文啊。他死后呢，皇帝追封他为钦县，啊，著有《钦县集》。我们好好的介绍这位圣贤，啊，在我们啊李炳南老师李老师的台中联社，啊，也有在研讨这个赵业道焚香告地。那么李老师呢，他们研讨的时候呢，啊，认为赵辩。啊，他修道有德，啊，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文呢，我们把它念一下：修道有德，赵辩累官太子少保，日守为事，夜必衣冠入香以告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知越州吴越大饥，便尽旧方之事，下令修成。使得食其力，知遣州领外任则使，多无以为归。便召州百骚，一告诸郡曰：示范家不能归则，皆以我呼出。以是智者相继，悉受以州，并给道理会。至青州时，京东汉皇即亲近御风退灰，进度随时年七十八后，晚学道有德，江中瓷器不乱，安坐而默，是亲县赵辩传。这个是台中联社在研讨这个赵辩传里面啊，他们研讨的题目呢叫修道有德。我们要介绍这个赵辩。赵辩就是字业道，我们刚才提过就是赵业道，他本名呢叫赵辩。那么他被称为铁面御史，平时呢他在担任公务的时候或者他外出的时候，他都是带着一把琴，一只白鹤呢跟随着他，啊，所以在这个赵业道呢，他本身的这个画像呢，旁边就画了一只白鹤，还有一台古琴了哈。那么他为政呢非常简单，啊，简易。他为官呢，啊，事实上他是非常厚道的，而且很注重清修。他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必定呢衣冠整齐的入香呢以告天，就是在他的庭院摆香案向上天禀报，啊。那么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他救心宗教。什么叫救心宗教呢？对心性之邪他非常的投入，啊，有时候归，我们想说归归心呢，心性之学，啊。那么他刚开始在衢州的时候，常常亲近蒋山法前禅师，啊，蒋山法前禅师。那么禅师呢，未尝容错一词，就是说。蒋山法前禅师呢，对他呢要求非常的高，常常呢啊，常常对这个赵业道先生呢要求非常的严苛，啊，不假辞色的啊，该责备还是责备。那虽然赵业道本身人家称他叫铁面御史啊，可是他对于他的一子和尚呢，就是这个。他亲近的这个蒋山法前禅师呢，他非常的恭敬，
啊，被禅师喝骂呢，他还是让他喝骂啊，所以他未尝容错一词，就是他没有辩解啊。后来在青州呢，他正式之仪就是公事之仪啊，啊，公文批完了，事情做完了，公事做完了，他喜欢打坐，多烟坐。有一天呢，突然间呢，打雷了，忽闻雷震了，啊，大悟，他开悟了，啊，你所以呢，你再从这个地方去看呢，佛陀说呢。佛经上说，我们黄念祖老居士也这样说，不会事法而行佛法。你看他没有离开官职啊，他一方面当铁面义士啊，啊，一方面当这些州县的知县或者知州的这些县长啊，不会事法而行佛法。不理事法而行佛法，不会事法而证佛法，啊，就没有离开这个世间法。所以世间法跟出世法怎么分？从心里面的迷跟悟来分呢、啊？那么当时呢，他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打雷了，他豁然顿脱开悟了，写了一首寄语，说了：“莫作公堂虚隐寄呀。”心言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啊，唤起从前自家底。这境界非常的深啊。莫作公堂虚隐寄啊，他说我在这个公堂，就是他的办公室呢，我在这边禅坐的时候，观照到非常微细的那一刹的那个心念，吸引机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处啊，观察到非常微细微细的，这个叫吸引机啊。心眼不动湛如水，就是我们本自清净，本自寂止，本不动摇，本不生灭的那个如来自信，那我们的觉性它是心眼不动，清净如水啊！啊，就是六大智说的，本来无一物呢，何处惹尘埃啊？它是清净湛蓝呢、啊，所以是叫心眼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听起来像是这个打雷让他开悟。对不对？可是你天天听打雷，你怎么不会开悟呢？我们也听一辈子的打雷，我们从来也没有叫我们醒过来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一声霹雳就是我执破了，法执破了，再破根本无明，就是明心见性了啊！是一声霹雳顶门开，那顶门是什么呢？顶门就是。我们所楞严经里面嘛，大佛顶所楞严经，这个顶门就是什么？顶门是什么？顶门就是我们的心门啊，就是我们的心地了、啊，啊，所以一声霹雳呢，这个我执法执破了，再破根本无明，把我们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我执跟法执破掉了，啊，那。见到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了嘛？叫唤起从前自家底啊！从前自家底就是父母未生本来的面目呢，也就是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当时五祖弘大师在传衣钵给六祖大师的时候，众弟子都要去追那个衣钵啊，那么。慧敏将军还没有出家前当四品将军，这个慧敏将军就到碧亮寺那边追到六祖大师跟衣钵了。那么六祖大师就是把这个衣钵放在这个碧亮寺上面呢，
那么慧敏将军就说，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义来。啊，他就说我是为讲开智慧而来，我不是为这个义波而来。他这个时候回光返照了。啊，那六道士就讲了几句话，好，你是为法而来，好，就将他反观自照，不思善，不思恶，这里马死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叫他反观自照。那慧敏将军当时反观自照相应了，啊，就是唤起从前自家底啊。那么这个赵义道呢，他累官当到参知政事，后来当到太子的老师，啊，这官当很大，太子少保。以前呢，皇帝有太保、太师、太傅，那么太子呢也有少保、少师、少傅，啊，那么他死后呢，啊，被追封为钦县公，啊，那么苏轼呢，就苏东坡呢，曾经为赵义道呢写了一个《钦县公神道碑》。这个碑文，那我们现在就来解释刚才练过的台中莲师的这一篇《修道有德》的这个原文。这个白话解说，赵辩呢，他刚才我们提过了，他是宋仁宗时的进士，啊，他清廉刚正，在朝廷里面呢，他检举不法官吏，铁面无私。啊，不畏权贵，声誉远播，令人敬畏。宋神宗的时候呢，担任参知政事，后来因为赵义道跟王安石政见不合，啊，就是理念不合了，后来辞官修道，就不当官了，啊，去修道了，啊，他这条路选对了。他如果不去修道啊，恐怕也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啊，曾经有这么一位当官呢，当到太子少保，但是呢，他后来是开悟了，他是作画的，啊，往生佛国了。他后来辞官修道，啊，那么赵辩呢，他为人忠诚正直。刚才讲过，他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一定衣冠整齐的焚香对天禀告。那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不可禀告的事，绝对不敢去做。你不敢告天的，哦，白天不敢做。哈，我们呢，啊，我们谁敢这样呢？啊，告诉活菩萨啊，不可禀告的，便不敢做。他出任这个成都知县的时候，他到四川成都担任知县的时候，常以一琴一鹤随从身边。他办理政事呢，简历不凡，政绩显著，民心归向，啊。他到越州当太守的时候，正好吴越地区呢大饥荒，就是现在江南那一地带，那个地区，民生困苦。赵辩呢，想尽办法救济饥荒，下令呢修筑城墙，城垣就是城墙，发给工资，就叫我们现在的用语叫以工代赈，啊，你来做工，国家发钱给你，这个叫以工代赈，使人民呢自食其力，得以养家活口，这也是一种善行，啊，所以我们说，衙门好修行，人在公门好修行，啊，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他这个就是人在公门好修行，啊，又可以救济 灾民，又可以建设。他担任黔州知县的时候，看到当时岭外的士兵呢，官吏弃世了，大多无法运回家乡，也就是客死他乡了，啊。赵辩呢，以示呢，制造了很多船只呢，
大概100多艘，而且转告各州郡说了，世子官吏的家如有不能回乡的，我设法帮助他。于是呢，相继前来请求的都给他传知，并且送他入会。当赵辩赴任青州知县的时候，正值旱灾还有蝗虫呢侵扰边境。可是赵辩到那个地方，到青州当知县的时候，那奇迹发生了，而且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间遇到一阵大风，这些蝗虫呢被这个大风一吹，全部退回去了，全部掉在水里面死掉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圣贤要驻地的地方，那个地方会受他的庇荫，会受他的庇荫啊。我们说一人行，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个地区呢就能够吉祥平安啊，一国有行太上感应篇，那一国里面都能够吉祥平安啊。这个赵一到焚香告地，他就是完全以感应篇做功固骨啊，所以呢他有落实感应篇。所以你看这些蝗虫旱灾呢都是众生的共益所感，但是赵辩到那个地方去当知县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众生跟百姓呢就受到这个赵辩的福报，他有这个福报就可以庇荫地方，所以蝗虫都退后，最后落水而死。赵辩40岁以后就摒弃声色，居家素食，可以讲说他就开始素食了，研究佛理，参究心中，以慧来禅师交友。当赵辩在青州的时候，有一次在静坐中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开悟的那一首偈啊，听到一声雷震，豁然悟道。那么赵辩辞官以后一心向道，他受持清净斋戒，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哦。你看他在当官的时候他不会施法，他尽他的全力去行十善，去行十善。我们讲《基列山五》里面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他修基列第一福，是他在当官的时候，他去行十善业。可是他辞官以后呢，就回到平民百姓了，他一心修道。一心向道，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修基列第二福，受持三规，净重罪，不患威仪。他受持清净斋戒，不再与家人接近了。也就是说呢，他过着清净的生活了。要用我们的五戒来说呢，他是持满分戒。满分戒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里面呢，它是并不禁不禁不禁这个淫欲，没有禁止。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人人之道呢，它还是没有禁止。但是到菩萨戒的时候，它就不是不邪淫了，它是不淫欲。所以五戒里面呢，它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只要做到不邪淫，它并没有断淫欲，也就是说，它没有坏它人人之道。但是到菩萨戒的时候就不淫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赵一道呢，事实上已经是到达菩萨戒的境界，他不再与家人接近了。每天有一位僧人陪伴同时，他这个福报也很大。他每天用斋的时候都有一位出家人跟他一起修行，然后跟他一起用斋，每天有一位僧人陪伴同时。那么他旁边呢，还有一位守戒的净人，就是他的护法。我们现在讲叫侍者。
他的侍者本身也是持戒的近人。什么叫近人？比如说你到正觉金色去，或者到南宁尼僧院，那边有很多居士在那边修行，他们在那边当义工，他们也有执事啊，比如说在那边帮师父管账啊，啊，或是帮师父做一些劳力的工作呢。那么这个居士呢，在那边也是要按照这个地方那边的丛林规矩来做，而且要持净戒。那一般来说呢，在正觉金色或者南宁尼僧院，都称这种居士叫净人，净人啊，亲近的人，所戒亲近的人。所以造业道呢，他当时就有一位所戒的净人服侍在旁。净人呢，每天清晨一闻鸡啼鸡叫的时候，便起身整理佛堂，然后焚香集磬，哦，就打大磬了啊。那么照遍呢，这个时候就起身拜佛，大概是四五点了哈。四五点集体的时候大概是四五点，照遍呢便起身拜佛。他开始都拜佛诵经，他也有做早晚课，做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说做到辰时，就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啊。这他的早课做蛮久的，大概是从五点做到早上的九点。那么就算在严寒的冬天，他每天一样礼佛一百拜，这个我们可以学他礼佛一百拜啊，礼佛一百拜从未间断，未曾间断。他学佛深入，很有心得。当时他有个好朋友也是富贵人家，他曾经写信呢，欠这位护正公说了，他的好友傅正公说了，可能也是在官场啊，而且呢非常的荣华富贵。他写信给他劝他说了，功在世间，富贵已达极点，道德也很隆盛，可是尚未留意的是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啊，但愿功能善自尊重，勤勉向道。哎，这个真的是善知识，他不忍心看到他这个富贵人家的朋友堕落，写一封信欠他了。他说：“哎呀，功在世间。”他说：“你在这个世间应有尽有啊，你什么都有啦，富贵已到极处啦。世间呐，所有荣华富贵你都享受过了啦，还有什么所求的呢？欲望是无止境的啊，啊。”人命是在呼吸间啊，但是你的道德也是很崇高啊，那道德也很隆盛，哦，那这个人不简单呢，又富贵又有道德啊，啊，那但你道德也很隆盛啊，可是你还没有留意的是什么呢？他跟他提醒，你还没有留意就是如来一大事因缘啊。什么叫如来一大事因缘？就是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讲，诸佛以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众生佛之佛见呐，一大事因缘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啦，就是生死大事啦，如何出三界了生死啊？啊，这个叫做一大事因缘呐。他说：“如来这个一大事因缘，你还没有留意，你还没有注意这个呢，你要出三界啦。”要了生死，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啦，啊，富贵是梦幻泡影啦，它是有为法，如如如电，你要想看清楚，要悟透它的真相啊，它是有为法，你过去生有布施，这次得到这个乐报，它是福慧享尽，也就是六祖大师说的啦，名人修福不修道，只因修福便是道，所以他是欠他这个好友要修道啊，要体悟这个如来一大事因缘啊。但愿功能善自珍重，希望你好好保重啊，勤勉向道，你勤精勤的
啊，勉为其难的来向这个我们这个大道呢来去体悟啊，勤勉向就是一心向佛啦。那么这个副正公呢，这位正公呢也得到感悟啊，他也是有善根啊。看完他的信以后，马上到净慈寺，大概是他副常常去参访的净慈寺，归陀归受归陀就是皈依的依止啊，只用大师极力参叩，颇有醒悟，后来也有成就哦。啊，那么这个正公呢，他也很有善根，他看完了这个赵业道的这个这封信以后呢，他有感悟，便到他常常在亲近的净慈寺归陀呢，只用大师啊，只用大师呢，可能当时是啊一位修行很有成就的一位法师，而且是禅宗的，极力参叩，颇有醒悟啊，他有一些悟处，就是这位正公。那么这个赵辩呢，到了七十八岁的时候，他是知道自己知道呢世寿已尽，他一知十字，这非常不简单。一个在公门呢、哦、担任公职呢，啊，日理万机，而且能够修行到当生成就，这非常不容易。他就是印尼和身，印尼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他是现宰官身的，也就是他是菩萨再来的。啊，所以你刚才看，我们刚才看到他救济灾民，啊，以工代赈，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兵士官吏，这个客死他乡。他造一百艘艘船，把他们的遗体呢运回家乡埋葬。啊，他自知世寿已尽，一一辞别亲友，跟每一位亲友告别，跟海贤老上一样，啊，还有跟郭洛匠一样。他的儿子问他说：“后事要怎么处理了？”他儿子在问他：“后事要怎么办呢？”他都已经了生死大事了，他怎么会在乎那个后事怎么办呢？你要海葬树葬要干什么他都无所谓了，他已经我执破了，他不在乎这个臭皮囊要怎么处理啊，那个都是世间人的这种习俗啊啊。所以儿子问他说后事该怎么办，你赵辩大声喝住，他大声喝住的。可见他儿子呢不太了解他爸爸修行的境界，哈，他都已经破五执了，他怎么会还在乎这个臭皮囊要怎么处理啊？他遗留一封信给他平常亲近的慧来禅师说了，啊，如果不是平日蒙受大师谆谆警惕训诲的话，到此临终时刻必不能得利啊，他比苏东坡厉害。印光大师说呢，苏东坡到临命终的时候还不能够做主，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我们讲课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再重提。啊，命将终时呢，你看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他还写一封信感恩他平常亲近的慧来禅师说，如果不是你平常这样谆谆的警惕我训诲我，我到这个临命终的时候我自己做不了主啊，我功夫不得力啊。啊，他无忧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啊。所以他命将终时呢言辞不乱端正呼咒，重点在这里哦，各位，他值得我们学哦。他一知十字，一一的跟他的亲友道别，啊，最后这八个字“言辞不乱”就是正念分明。
我们在慈引忏主净土里面讲啊，临命终时一至十四，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是这里讲言辞不乱，这正念分明。端坐端正呼坐，就是坐化安详气势，坐化他一至十字了不起。所以台中莲社在研讨这个赵辩的一生呢，修道有德，他们的结论是修道有德啊。中观这个赵辩的一生呢，啊，他们结论是这样：一生修好道德，积心行事，光明磊落，可以对月上天，又能参就心中，礼佛诵经数十年，精进不懈，自己身造有德，而又悲心度人，如是因，如是果，临终舍报，安详自在，真是不虚此生了。这个台中莲社下这个结语太好了，啊，太好太好了。这赵辩呢，我在讲改念每天，我印象中我提过很多次的，我对他非常的敬仰啊，也非常的赞叹。这种我们可以讲他是现宰官身，能够像高僧大德一样这样修行到这么好的境界，一至十字，一一拜访亲友啊，言辞不乱，端正呼坐坐化。所以台中莲社这样的一个结语，我觉得恰如其分。他说赵本的一生呢，修好道德，这个道德很重要啊，就是五福里面的富贵康临长寿，好德善终啊。那怎么修好德呢？即修德显性德啊，我们就是依老和尚说的修，就是依什么呢？我们净宗的五门功课。那因为这个造业道，他本身应该是根基很利的，他应该是修禅宗的明心见性。但是我们净土行呢，我们怎么行呢？我们一心念佛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五门功课。第一个老和尚说的净业三福啊，修三学戒定慧啊，那修六合敬啊，那修六度波罗蜜，再来最后修普贤十大愿，这是我们净土行人的五门功课，老和尚开出来的条件啊。如果你都能做到了，保证往生没问题，这是修好道德啊。那积心行事呢，要光明磊落啊，所以他叫智慧子，果然没错啊。他常常关照自己这念心啊，也没有动念即乖啊，起心动念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还是为众生呢？如果起心动念为众生，那就是真，那是功啊。这个起心行事光明磊落，他可以对得起上天，这是他平常的修持。他又能够参就心中，参就心中就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而且呢，他虽然参就心中，但是不会事修，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为什么不会事修？刚才我们说过了，他每天早课，从早上积题做到晨时七点到九点，而且礼佛百拜，他礼佛诵经数十年了，数十年没有中断了，这叫什么？就是他事理圆融啊，啊，理事圆融啊，所以他精进不懈，自己身造有德，参就心中是明理，精进不懈是事修，明理事修不二。他身造有德啊，
那不仅是身造有毒，而且又悲心度人。啊，如是因，如是果，临终所报，安详自在，真是不虚此生啊。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开悟的大德。在禅宗的五灯慧眼里面有记载造业道的这个事迹，修行事迹。五灯慧眼是禅宗的一本禅宗大德他们开悟的一个传记，叫五灯慧眼。在五灯慧眼里面呢，有记载造业道的开悟事迹，他是属于禅宗祖师级的人物啊。虽然他是在家人，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你想修行有成就，啊，还是必须以功过果、感应篇做基础。就像造业道混香告地一样，他敢混香告地，就是他的行为。他白天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感应篇里面的刚才讲的293句里面的句句的经文，他都符合。他天天都是怎么样自治缓入身来，就是这里面讲的第五页，自治都缓入身来。我们学感应篇学到现在，我们要怎么去得受用，怎么个依教奉行法，就是自治反入身来，有无事事，渐渐寡气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啊。反身检点，那么我们想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用这种方法。所以刚才提到造业道，它虽然是用禅宗的方法，各位，我们用净土一样要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写感应篇绝不会耽误我们修净土，反而是辅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念佛。这一点我用这样跟各位共勉。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解说。凡是持诵此篇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在心中默念，使每一个字都能反观自身是否有所违犯的事情，从中慢慢减少违反的事。如果能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去反省，自然起心动念都是善，所接触的地方都是善。在其他刻印的版本，有卷首有登载是持诵的仪轨，以及诸佛的圣号。这只是教人方便收敛人们心中恶念，使其能向善的意识。若要学习造业道，在案前混香祝告上天的故事是可以的，但如果不以诚意实际去奉行实践，把自己的做法贬落为背诵、熟记、祈求福祉的方的做法，那就失去本意甚严了。那么这一段里面呢，最主要是告诉你，我们从这段去学习什么？学习就是你奉行感应篇，必须要时时心中默念。所以老和尚说呢，最好你把太上感应篇当成早课来提醒，或者晚课来反省啊。所以我们早期在印太上感应篇的时候默写啊，在印太上感应篇的时候，我们啊也有这样的提醒大众啊，就是把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当成早晚课的一种啊定课的这个辅助。所以时时心中默念，字字呢反入身来，每一句经文都要反省，我们也没有依教奉行，也没有这个事情，然后渐渐的要挂气，慢慢的呢要把你这个习气断掉，
要把这个毛病剔除，这叫渐渐寡气。每天都这样做，每一年都这样做，那么自然而然呢，动处是善，处处是善，你根尘接触，无不是善。都六根对六尘都是善心、善念、善行，就是以善、事善、行善。这个叫做动处是善，处处是善，你就可以做到以事啊，这个以事行啊，以善事善行善，你说话也是善啊，看事情都是看好事情啊，以事行啊，这个叫动处是善，处处是善。那么另外再提到这个有其他科的版本里面，他在前面有那个持诵的仪轨，还有诸佛圣号。他说这个呢啊，这个也是可以帮助你摄心为善了，也是好了。那最后最重要，他告诉你，如果你要学造业道混香告地告天故事的话，学这个故事的话，最重要，他说你不是光写摆这个香案，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实意去奉行，你要踏踏实实的去做，去落实老和尚讲真干，要真做到。什么叫真做到？就是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处要真做到了，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念、自己的身口意都跟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相呼应相应，这叫真做到了，而不是落入那种风送祈福的见解啊！我会背太上感应篇啦，我会背弟子规啦，你会背做不到啊。所以老和尚说，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落实的，所以就不能落入风送啊。啊，也不是说啊，我背感应篇会篇，我读感应篇篇可以消灾免难，那就祈福啦。他当然可以消灾免难啦。就像印光大师说了，他说真正的念佛人，什么叫真正的净土行人？他说来生呢不求做国王，来生不求做大和尚，来生不求富贵人家，甚至今生不求健康，不求康宁，不求长寿。印光大师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净土行人，无所求了。你到无所求的时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就跟性德相应了。那印祖说呢，你不求康宁，自得康宁啊；你不求长寿，自得长寿啊。啊，就像刚才我们受引的陈居士跟我讲啊，他真是一个莲友啊。这位莲友呢，林居士。是一个女众，每天佛号不断，一个月最少念佛号念多少呢？一个月念佛号最少300多万，那平均来讲一天要多少？一天要10万，一天要10万。听说黄念祖老就一天是14万，这位居士一天10万。我们周永山老师非常赞叹他，他也是在我们的讲堂啊，这个周永山老师的伦理课啊，他都会来共修。他一天将近10万遍的阿弥陀佛圣号，他不止消灾免难了。听说他以前10年前的时候，他身体是非常非常的病痛啊，冬天呢跟夏天呢。都是要穿大衣的，身体是寒冷到非常的严重，到现在念佛呢啊，业障消除了，身体康健了，现在呢就算冬天也可以穿个短袖。这叫什么？印光大师说，不求康宁，自得康宁；不求长寿，自得长寿啊。这位师姐做到了，就是这里讲的
不能够 落入风送祈福之间，那这样就失去太远了。要怎么样？要十亿奉行，那个300万的佛号就是发菩提心。你不要小看他的300万，你念看看，你3万都做不到。一般人忙的不忙的，什么都在忙，3000都做不到。3000声佛号，一天呢、啊？他一天10万，你认为一天10万是捡来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老实真干的。所以他一天10万的佛号，我跟你讲，他差不多也等于放弃自私自利的了，他也等于放弃名闻利养。他也等于放弃的财色名食睡了，他放弃的五欲六尘，放弃的自私自利，放弃的贪嗔痴慢疑，那不就跟菩提心相应了吗？所以这一句佛号是藕益大师开示的啊，饶你讲的12分教，吓得了1700个禅宗的公安的转理，我跟他是说，都是生死岸边事啊，对你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啊。然后你讲的12分教就是说，纵使你会讲经说法，辩才无碍，你的根基力道可以转1700个禅宗公安的转理。都跟开悟无关，都跟生死无关。如果你不能够像赵辩这位大德一字十字，临终时一一跟亲友告别，然后呢，他还有办法写信跟他的一子的和尚，亲近的和尚啊，这一个慧来禅师啊，报告他的心得啊，他告诉慧来禅师说，要是不是你平常这样谆谆的啊，慧来禅师这样平常这样给我警惕啊，那我今天就做不了主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呢啊，刚才讲这位林居士呢，他这个十亿奉行，一天将近10万遍的佛号，一个月300万遍，等同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在此呢，我用这样来跟各位讲呢，也就是真正要去落实，这是最重要的啊。好，好，接下来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报告净空老法师对于感应篇这一段的开示。第一点，老法师呢在讲，刚开始在讲太上感应篇啊的时候呢，他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老法师去访问天主教，那么有一位先生呢就向老法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呢，天主教里面讲的灵魂跟佛法所讲的法性差别在哪里？然后和尚很简单的告诉他说，有分别执着叫灵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叫法性。他立刻就听懂了，能够体会。是不是一桩事情？是一桩事情，但是一个里头有分别执着，一个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的法法都有障碍，离开分别执着的万法圆融。那老和尚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太上感应篇，你没有妄想执着，太上感应篇也是圆融无碍的妙法。所以要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一个法性，佛言经上讲一个法身，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既然同共一法身，你想哪一法不是佛法？
这个在上一集里面我们就讨论过。所以感应篇怎么能够例外呢？如果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来研讨感应篇，那感应篇它就是佛法，它也是佛法，这是老法师对感应篇的肯定啊。那么第二点，感应篇跟音字文自始至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发明五戒十善，也就是跟五戒十善是相应的。五戒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离开五戒十善，这个人就行邪道了。无论你修哪个法门，无论你是初学还是阿罗汉或者是等觉菩萨，你要是离开五戒十善，你就是邪道，哪里叫佛法呢？五戒十善要讲的圆满，讲的实在，感应篇跟音字文是好教材。这个老和尚讲的非常好，也就是说你五戒十善要做得好，那感应篇跟音字文是一个好教材。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印光大师非常清楚，这个世间有动乱，有灾难，要怎么挽救这个劫难，要怎么挽救这个灾难，只有一个方法，唤醒一切众生真正的觉悟，唤醒众生断恶修善。 这几句话我们好好牢记在心呢、啊。我们怎么去帮助众生，我们怎么去挽救灾难，我们怎么去平息这个动乱，我们只有告诉众生断恶修善的方法。感应篇就是一本非常好的方法的善书啊。我们要告诉众生怎么去觉悟，这样就可以挽救这个灾难了。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够完全化解，将这些灾难减轻，灾难的时间缩短，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对于杨淑芬小姐在几年前她的大方广这个弘法单位呢，能够著作《中法得意故事》，里面有很多感应篇的故事在里面，觉得呢非常的佩服，这做得非常好啊，让天下很多人都利益啊，救了很多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感应篇跟音字文，它是五戒十善的发明啊。那么第三点呢，在大难之中，我们能不能够避免呢？老和尚说，念佛的人多，善心的人很多，纵然有劫难，不会太大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赵月道到这个青州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有旱灾，有蝗虫。他到那个地方，那个蝗虫都会碰到一阵大风，吹到水里面就死掉了，不能危害地方啊。就这里讲的，有量念佛的人，有善心的人多，纵然有劫难，不会太大。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事证啊。我们从感应篇这个道理上来讲。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得恶报，这是感应的真理。所以印祖极力提倡这三本书，这是真实的智慧，挽救世界的劫难。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真正懂的人并不多。印祖往生了，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更少。那么默写非常庆幸的，我也刚才讲过，对印祖这个这一生的愿望，印祖这一生的奇喜，默写也担任了一个微薄的一个这个绵薄之力。所以我在担任士林分局组长的时候，
我到士林，台北市的士林啊，啊，士林就在我们中山北路那里。我在那边担任督察组长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了。大概是在，我现在是退休了，我是督察退休嘛，那时候是当两线三星的组长，啊，我退休督察是三线一星，啊，就为了弘法，我就提早了五年退休。那么那时候在当组长的时候呢，啊，就是大概那时候大概是，吃素没有多久，啊，吃素没有多久，应该是吃了五六年。那么我到素食馆去吃素的时候呢，在那个素食馆的书架上面有很多经书在结缘，就很奇怪呢，我就往书架上一抽出来，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书，因为它书背上是没有写呀，啊，我就把它抽出来以后，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我到现在还保存的。下次我有讲过，我提出来啊，给各位看一下，那是非常久远的一本，人家看过的印光大师《文钞的精华录》，啊，所以呢，学人呢。我一直以印祖作为我的老和尚说以古德为师啊。李炳南老师呢也是介绍印光大师作为净空老法师的老师啊。所以印祖呢对感应篇对印字文非常的重视。第四点呢，老法师说他在19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请到香港讲楞严经，那一次在香港呢，啊，住的地方呢，住了四个月。前面两个月呢，住在谭熙老法师的中法佛教图书馆，在九龙。后面两个月呢，住在老和尚的道场，南唐道的光明讲堂。那么老和尚说呢，他在图书馆看到印光大师弘化寿出版的一些书籍，在光明讲堂收集的很多。老和尚说他跟印祖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师承的关系。老和尚的老师呢是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学生，因此呢，老和尚对印祖的教诲弘化寿出版的书就自然有一份很深的感情。在小图书馆里面呢，弘化寿所印的书老和尚全部都看过了，发现感应篇、会议篇、安世全诗、了凡四训这三种诗弘化寿印的最多，本子也印的最好，中法佛教图书馆收藏的分量也不少。老和尚每一种拿一本带回台湾，后面的版权内每一版数量最少是10000册，数量最多50000册，印多少版呢？印几十版。老和尚概略的统计一下，这三种书的数量超过300万册，老和尚非常惊讶。弘化寿印其他的书籍每一版都是1000本、2000本，为什么这三种书印这么多呢？引起老和尚的注意，老法师冷静的仔细思维，印祖苦心要救这个灾难，救这个劫难，这三种书是好的，是最好的。第五点，印祖用这三样东西来弥补我们戒行的不足。念佛法门，祖师大德常常教诲我们，持戒念佛，念佛不持戒，不行善，不能往生。古人所谓口念弥陀心善乱，喊破喉咙亦妄然。所以最重要是善心、善语、善行，就以善事善行善。感应篇最后也是结论到这个地方，你的心善、你的言善、你的行善。感应篇说你如果能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善神保佑。在净宗里面来讲，你念佛才决定能往生。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刚才听到印光大师这样的一个
殷殷欠勉，老和尚这样的赞叹，我们受用良多，啊，以此共勉，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又讲了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